那我可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偏要留着，让你永远记住，没有今日，都是他的命坏。我乃妙法阁掌事明灯，仙家法器200年一更换，旧物焚烧、新物调备等事宜，往日皆是由我负责。如今明灯即将离开妙法阁，下任掌事仙资尚浅，明灯担心其办事不利，特在卸任前为众仙家提前准备好了新制法器。明灯仙子有心了。帝尊，明灯掌事向来关心帝尊，行事周密，他绝不会犯此等错误。这玉钩怕是被人偷走了。此话怎讲？帝尊有所不知，此前妙法阁中便有法器丢失了，只是掌事担心会引起仙界混乱，才没有上报。而如今又发生此等之事，想必是有贼人盯上了妙法阁，还请帝尊明察。帝尊日理万机，此等小事阁内自行解决便可，不敢劳烦帝尊。莫不是掌事担心天边会找到什么不该找到的？这妖怪是你动的手脚。掌事平日里私藏了那么多帝君的器物，我不过是上行下效，有样学样罢了。我要把你加注在颜淡身上的痛苦100倍、1000倍的还给你。